花莲强震，总统在防灾会议上让地方苦等两个小时，致完词就转身离场。总统说是因为连线沟通有问题才没视讯，但民众大骂总统只想致辞作秀，开会时才会完全不问花莲的代表在哪里。太夸张了，不是很夸张，而是太夸张。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花东放在心上，太离谱了，不是很离谱而已啦。你像别的地方。有什么事情哦？他们就关紧那样的。我们花东这次的自生自灭一样，超冷血了，不是很冷血而已了。奇怪，我看整个中央政府还没有几个在办正事，看你为什么在家等两个小时？不止没实际关心灾区，民众看到总统连灾情的致辞，竟然是全程低头看稿，坐椅子上左摇右摆，没半点心痛表情。网友炸锅轰，真的是找地方政府来听讯的，简直是全世界最厉害的读稿机。什么叫真连线？马前总统过去防灾会全程正襟危坐，地方首长画面登大荧幕，更不会像苏贞昌先前跟地方连线，自己等了12分钟就开骂，让网友大酸。难道县府哭等两个小时是义务吗？这个地震太恐怖了，也没有说啊去慰问什么，像昨天你看那个好像在作秀，在作秀而已，夸张啊，就是等不到大官呢、啊。当执政者选举跑第一，救灾还在分蓝绿，百姓的怒火很难平息。记者张昭鹏、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。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，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旺旺水神的抗菌液。当然，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，就可以做喷雾清消，非常的安全，不会伤身体。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，儿童、孕妇也都可以使用。哪里购买呢？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就可以买得到。